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 RGBWW 的能量灯棒。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 能量光棒。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 OK, 所以里面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 OK, 那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然后OK, 那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那里面就有一个我们的 YC Onion Energy Tube OK, 那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OK, 那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里面就是我们的 Energy Tube。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本使用说明。盒子里面还有一本使用说明，一条 USB Type-C 的充电线，还有一个。看起来是
看起来是两片的磁铁贴片，还有两片的磁铁贴片，还有两片的磁铁贴片，就这样子。那我们就直接来深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 然后还有我的使用心得。看来是还有两片的，所以这是两片的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那这是两片的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的灯装到你想要的，那这个是两片的磁铁贴片就看，那这两片是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的灯固定在你想要的有磁力的东西上面。那这就是我们的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的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台。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快速轻松的吸附。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 energy tube。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 energy tube 贴在。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你的 energy tube 吸在有磁铁的地方，或是金属的地方。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让这一根 energy tube 轻松的吸附在有磁铁的地方。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的 energy tube 贴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你的 energy tube 贴在你想要贴的地方。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你的 energy tube 贴在你想要贴的地方。